我们想改变的问题是如何专注于课业。我们发现对现在学生来说，歪力行椅总是那么的多，手机社团更是最让人困扰。我们花心智图或与市长讨论，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并且详细列出可行的做法。我们花了3个月来完成 DFC， 并列出每周的时间计划表，还有找到自己合适的环境、合适的读书环境。我们将整个活动制作成 DFC 的简报，并且张贴于网络，以及对班上同学进行解说，希望能有越来越多人知道 DFC 的魔力。谢谢。